老婆，我下班回来了。老婆，煮好饭没有啊？没有煮啊，啊，没煮吗？还早得很嘛，现在。我都下班了，还早什么早啊？今天早上我不是给你买排骨了吗？你炖好了没有啊？白果。对呀，赶紧去炖啊！没煮就赶紧去炖了，我现在饿得很了，下班了。那白果我送去我弟家了。啊，你什么？我拿去给我弟吃了，太油腻了。最你。近我有点上火啊，我们要吃素一点。你拿去给你弟了，啊。我今天早上买的新鲜的排骨哎，啊，我花50多块也买的啊，好几斤啊！你拿去给你弟家干什么？好久都没吃排骨了，你拿去给你弟家干什么？那我们随便吃点就行了呗。那我想吃排骨，我才买呀，我买回来让你做，你怎么不做啊？你怎么拿去给你弟家？太油腻了，我觉得最近我想吃素的。油腻有什么油腻的啊？排骨有什么油腻的？你说，啊，我好久都没有吃，都没有开荤了，买个排骨来让你煮，你居然拿去给你弟。开什么荤呢？就你赚了那点钱，还想开荤？有吃的都不错啦。那你都知道我赚钱，不容易，我赚那点钱，然后，啊，买了你居然还拿去送给你弟，好不容易吃就要吃一次啊。那我们随便吃点别的就行了嘛，我都拿去了，还用拿回来吗？那你要吃什么啊？就随便找点青菜呀、鸡蛋啊吃就行了嘛。那你我还想对吃什你么？这种人呢，真的是很无语耶，什么都要拿去给你弟啊，什么都是伏地魔。那我拿去给他，他才知道我这个写的好啊。啊，你好得很。我拿去你也有面啊。我有什么面呢？你自己拿去，我有什么面呢？我买回来我要吃的。他们也会想你着种姐在姐、他。姐夫照顾他们，经常照顾他们，这样你不就有面了姐吗？夫照顾他们，他们需要这样子的照顾吗？他们想吃，他们不会自己买吗？啊，浪费钱，他们工资比我工资还多呢。浪费钱！我不想他们花那钱，还不如拿去看电影，两个人浪漫呢。他们的钱就浪费钱，我的钱就不浪费钱吗？我买了，我想吃，你拿去送给他们，你这是浪费我的钱啊！那我又没叫你买，是你自己买回来那的。我想吃啊，我买回来呀，啊，买回来放厨房让你做，你居然不做，拿送给他们干什么啊？送给他们吃啊，还能我干现在嘛？都饿死了，我刚下班回来呀，我上班辛辛苦苦的。要不要我就给你煮碗面条吃嘛？我去给你下我碗要面。吃肉，要吃排骨，你就要给我厨房面条。我买肉回来，你也不给我煮。那都拿煮了，拿走了还怎么煮嘛？我真的是对你这种人真的是无语的，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我想吃啊，那我再去买一点啊，我去买回来就行了。浪费钱。浪费钱，我。你送了，那我就不追究了。我现在就自己再去买一点回来煮就行了啊！我想吃排骨，那你去买吧，买回来自己煮。真的是怎么会有你这样子的伏地魔啊！好不容易买的排骨，他们不懂白骨，会买到不好的，直接拿我们的去给那他你们。不要总是当伏地魔行不行啊？啊，你这是伏地魔，伏你给弟点白骨就伏当地伏。了。当扶贫吗你啊？给你弟当扶贫吗？扶的肉麻了你啊！给钱才对呢，给点白骨都一我直现在说的。再去买一点，还要回来组织啊！我告诉你，不要再拿走了，真的是怎么你会要有你？把我拿走，那你就一直守着那肉啊，自己煮啊。怎么会有你这样子的女人呢？真的是伏地魔哎！买回来要吃的，拿给你弟，哼，真的是，